昂拳箩筐步是由挑担步伐演变而来的，这种步伐适应山地生活工作，对在山地丛林中负重前行有独特的优势。后经壮族人民不断总结提升，并运用于战场练兵格斗所用，形成独特的武术步伐。箩筐步只走左右两步，没有后退的步伐，非常直接简单实用。有人认为箩筐步与拳击步伐非常相似，其实我只想说，天下武功殊途同归。抖音。